港东游记小吃宴今天开始接受民众的报名。那今天早上四点就有民众来这边排队啊，八点一开放啊，可以说马上就这秒杀哈。那还有我们网络的报名也是在30秒钟就秒杀。那传真的部分哈总共有250周啊，马来西亚公提传传的高位哈，差不多9点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哈。啊，大家这单快出，大家对咱六港小姐哈，也是喜爱。那我伫这嘛要邀请大家哈伫这27号、28号2天的小吃宴，大家来六港哈参加我的东游记，买单来品尝鹿港的小吃宴。